飞车冲出栅栏，挽救一命。停车场监视器拍下修旅车坠落的惊险一瞬间，电影《东京甩尾》竟然在台北市洛阳停车场真实上演。一名44岁邱姓女子昨天下午3点多驾驶修旅车载一名女性友人，从环河南路开进洛阳停车场时，一将油门误当刹车猛踩，修旅车横甩冲出一楼的车道护栏，连人带车直坠4.2公尺深的地下一楼，还好被防护网接住。那结果那边有一个车主从那边过来，他说有一部车子从那边转弯，他突然间就车子不见了，那我们的厂长就直接跑到那边去看了。小姐，你现在还 OK 吗？警消赶到，急忙在防护网上架上双阶梯，将车上两人救出，幸好都毫发无伤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